Hello， 大家好，我是常宁人，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工程师窝房后日常。是阿奇拍了他自己的窝房后日常，我觉得根本就是骂老公日常，东凑西凑，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帮自己平反一下。通常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把阿奇的拳头从我的脸上移开。阿奇的睡姿，你如果去问他的兄弟姐妹，跟你很明确讲说他的睡相真的很差。那起来以后我就会先去泡咖啡，然后开始收昨天晚上洗完晚饭。这真的是 literally 罪密堆积，考验你的智力，益智游戏 ，OK？ 八点了，开会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 setup， 这个是公司发的超大键盘。我每次我想要带这个出门去远端工作，老板都会非常的不爽。这个是 Microsoft Ergonomic Keyboard 4000， 我觉得超好用。老板的那个两分开的两块那个啊，我觉得是适合给手小的人用，可以垫高，而且打的角度也非常的刚好，就是帮助你就是快速的交出东西，像是计算机啊，或是调声音大小。就是公司发的直立式，我蛮想要一支罗技。看起来蛮小巧蛮好用的，因为是49寸的，就是超级宽萤幕。它其实最大的缺点就是每次跟我开会的人都会抱怨，你的萤幕怎么这个 ratio 这么的宽，我们什么毛都看不到。唯一的缺点吧。吃饭了。耶、yeah ！今天是周末剩下的烤肉，搭配沙拉还有鸡肉，这个是 Costco 买的，还不错吃。有点咸。对，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再给你酱，然后还配生菜。啊？你在干嘛？茶，哇、哦，好蓝哦！那是什么？椰豆花肉桂茶。水。没有到水吧？哎，下班，天气真好。哇、哦，今天的菜完全好酸哦。给你跳过毛碗，再便宜应该也没有 IKEA 便宜。嗯，假食物最近都不出来。就算出来了，也就只有在吃饭，十分的无趣。假事物在后面吗？对啊，但是他就是不出来，也在做一些很无趣的事情。给你优格跟纽约来的高级 Nutella。很好吃吧？真材实料，而且是用黑巧克力做的，所以不会很甜。哎，怎么全身湿？楼下的水管又爆掉了，种菜那边的，我真的修不好。当时那个园丁他就是随便乱装，然后每年夏天都要修好几次。哎 ，Let me see see。哎呀，全套水管跟接管，做真烂，连这种小的都会漏，看起来整条重牵呢。我来修水管。就看到一家人在吃饭，真是蛮可爱的。修完了，真的还是这种有锁栓的，是比较够力。如果家里要做工程，不要用这一种的哦。对，绝对是喷的到处都是啊，超级浪费水。刚刚出来走了一圈的时候，发现我们家被各种荆棘入侵，有一些搞不好是 poison ivy， 一碰可能就会肿起来。这个时候就会希望自己是蝙蝠侠。这棵是不是长得有点像啊？这一条真的是超级嚣张，从围栏一路长到这边来，去对面连根拔起。我是长马吗？现在小心懂这个梗吗？这跟按摩椅膏有什么不一样？电脑现在被锁住了，不能用。你走过去。走过去哪里？看到奇怪的东西。你刚刚是不是下楼 ？You are caught by the grapes。闻到了。食物的味道，嘿嘿，好香哦！我这边是虾饼，难怪那么香。好吃吗？面包是全家就是买的，不过火鸡肉饼是我自己做的。香。有东西可以好好吃一下呢。这个真的是爆好吃。快空了，这是我最喜欢的口味，阿萨姆红茶可可，香蒜奶油口味，看起来也蛮有趣的。我想不想吃咸的？蜂蜜口味，
吃点甜的。都要吃午饭了，你在干嘛？没有看午饭啊。不会自己做哦。这个你也觉得很好吃吧？这个的确是蛮好吃的，除了那个阿萨姆那个真的有点人工香精味重。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原味跟那个玉米浓汤。玉米浓汤好像已经被我吃完了，呵呵。不要吃太多啊。还有，芋头条蛮好吃的。哦，然后还有洛神花，芋头条不错，我记得洛神花好像就有点酸。我其实觉得洛神花蛮好吃的，而且因为可能没有吃过其他地方有洛神花干吧。另外还有豆子跟杏鲍菇。我还是吃秘密花，干嘛、啊？秘密花好吃啊。干嘛这样看我？多吃正餐，少吃零食。哎呀，终于下班了。我已经把你今天晚餐的 instruction 放在琉璃台上了。哦，今天是我做饭哦。做好的食品加热就可以了。这个我可以。哇。What did you do？ 真的啊，我洗碗洗到一半它就掉下来了。绝对不是你弄的是吧？绝对不是我弄的。人家说我做了什么？就是我不该洗碗，如果我不洗碗，它是不是就不会掉下来？哇，这太惨烈了。你知道怎么修吗？就是找一根长一点的钉子塞进去就对啊。所以这个不行。不行啊，你如果在这里面钻一个洞，就打到洗碗机了。对。哦，好像有哦。哇，修好了哎。是不是？老公最棒了。哈哈，哇，真的这样就好了耶，十分的稳固吧。今天是礼拜六早上，昨天晚上帮朋友庆生，大家喝酒，声音比较浅面，就说是嘉怡好的。虽然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买的，家里乱好像不是我的错吧。收完了，心情有比较好吗？有那么棒。我好了，还要多久？大概可能要40分钟。一定要全部拿出来吗？我前面有全部拿出来，我打算拿一半。很多观众常常问说，为什么我们的吉祥物是长这样？它到底是猫头鹰还是企鹅？其实它是猫头鹅。其实是因为我最喜欢的动物就是猫头鹰。那关于企鹅的部分的话，其实我蛮像企鹅的，大家可以自行想象，所以 就出现了这个 idea。那我的粉专是阿七努，因为其实大家看之前的这波黄凤的影片也知道，就是整天被骂。这绿色的部分是什么？就是这样子，可以选择它的发色，黑色比较好，还是粉红色比较好？我只觉得看起来像在戴绿帽。粉红色好像有点 too much， too much， too much， so 恶。你要 see 了吗？礼拜天不就是应该睡午绣球花被吃了，他们都只吃花苞，只吃花苞啊！是送你的木头呢，很烦哎。这是一块$25的废木头，说好的菇呢？你为什么这么的雀跃？喜欢去摘菜啊。去人家家偷菜很开心吗？不能算偷菜吧，我们是去帮忙，好不好？我们是去他们家帮忙，顺便偷菜。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不是非法入侵民宅，我们朋友临时回台湾了。那因为其实大家都是移民嘛，常常动不动就是回台湾一两个礼拜、一个月的，所以大家其实都很理解，然后会互相帮忙。所以像我们回台湾的时候，也是会请人家来帮我们植物浇水什么的。然后因为他院子里面的菜收成了也没有人吃，所以我们可以带走。那这个东西怎么停不下来？应该不会吧？它好像就是一直不断的 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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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e， 跟大家科普一下，
美国这种院子里面的水果，原则上呢，如果翻过围墙长到你家的，就是你的。隔壁邻居有种果树长到你家来，理论上你就可以摘。那当然，通常还是跟邻居讲一下比较好啦。这都没有农药的，这个你今天不吃，明天就全部被鸟吃光了。大自然就是一场比赛，没错，看谁动作快。警察先生就是这个人。哇、哦，他长得有点糟糕，你不觉得吗？其实这个可以让它再长大一点，不过小的比较好吃。那生菜好巨哦。对啊，我打算投一颗回家吃，剩下来让它继续长。哇、哦，好新鲜哦，还一直第一只。不是说采生菜而已吗？连花一起偷了这样。等它回来花都谢了，而且玫瑰要越修才会长得越好。为什么人家的花都会开得这么好？没关系啊，你有丰收啊。封别人的花。结果尝试修了半天，最后竟然是 recall。哎，只能打包了。What the？ 你知道你在这里面留了你的信用卡跟100多块美金吗？我知道，但我忘记了。又是 Yoga 哦。对，身体好啊。你是想要只是虐待我吧？你是出力？没有啊。悬浮在那里吗？我为什么要出力？我就是坐在这里。所以你是完全靠肌肉的硬度卡住吗？哇，好神奇哦。涛哥。累累，我觉得哪一天直播你瑜伽应该可以娱乐蛮多人。今天就分享大概到这边，想必大家也听得出来，阿奇平常就是比我会讲话很多，基本上吵架是不可能吵赢的。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然后顺便也去我的粉丝团跟阿奇回嘴的时候帮我按个赞。突然觉得这样摆好像不是很吉利，《银石路》跟《冰与火之歌》这都出现这种就是死人头的场景，这是什么？就是结瓜，两天没去看，它就不小心长这么大，正常应该是这个大小。等一下形状也太糟糕了吧？见佛见性。